used to know what happens when the world ends. At least this is an okay bar for running into you. 我现在来一起开箱我们在 Rehoas 买的衣服，就是都是各种裙子类，但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长袖呢，也是在 Rehoas 买的。但安姐现在先去穿她的这件小裙子。OK， 好 ，Go， 拜拜。然后我身上这件呢，我就觉得它很多小巧思，例如这里有镂空，然后呢这边袖子也有宽松的感觉，就看起来很有气质。那我是这样穿的，给你看。然后呢，在他去试穿的时候给大家看，我原本有买两件裙子，但都太大。我觉得他们家就是你要买可以穿松，可以调松紧带的。像我买的这件呢，碎花裙子，它是这种蓬蓬袖的，但就是肩膀就很容易掉下来这边，但是还是很好看。然后另外一件也是一样版型的，但它比较厚。像这一件，它也是很好看，而且它材质都很好，很舒服。但就是也是对我来说，这肩膀真的太宽太大。安杰换好了，耶、yeah ！他觉得很神奇，因为就是原本穿起来的时候感觉很大，但拉链一拉起来就刚刚好，就他的腰身做的刚刚好，不会太松。一拉起来就是会看出来你的腰很细，没错。然后下面又做这样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蝴蝶结它是有像别针，对，然后可以这样，它好像还可以拆下，但就是整个很有细节，而且我们在网络上看的时候，是有些人会在里面穿衬衫，嗯，然后就是你冬天或春天穿有不同的感觉，就好像可以去舞会或是约会的时候穿，我觉得约会也很适合，所以它不会太正式，整个刚刚好，耶。然后这是另外一件裙子。我觉得这件裙子就是它针织的，穿起来就是很舒服，不会身体不会痒痒的。其实它有点韩系，又有点美式的感觉。对，还有最后一件裙子，就是有点像这种长礼服，我们没有试穿，但是真的很好看。就算是亚洲人或是比较娇小的人，他衣服也是松紧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完全不会觉得它太大。它其实蛮长的，可能要穿个高跟鞋，很适合 prom， 很适合 prom， 穿起来有一种高级感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家衣服呢，你只要买可以调松紧的、比较紧身的，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跟大家分享，其实我当初是因为看到这件这一系列的裙子，就是有这个纹路的裙子呢，才发现到这家店。但那时候我订的时候，他就说哦，这件剩最后一件，然后呢有瑕疵，所以呢我就没有收到这件。结果我从 Cancun 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还是寄给我，然后我穿起来我也超级满意。然后他还附一个绳子，可能以防万一会有坏掉。我觉得唯一要说的缺点，可能就是他可能需要穿一个无痕内裤，然后我不能说他完全遮你的小腹。但是正常来说应该都不会太突出，只是我现在刚吃饱，我就觉得小腹有点明显。但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我超级喜欢。我们就明天见。这里每个都是在接客的，但我们有先订好 Happy Shuttle。哇，人很好哦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搭这个 Happy Shuttle， 然后直接包车。我们这是4天都住在 Westin。我们现在前往我们的房间。可以看到别人在玩呢。看我躺在那边耍废。我要拍外面。哇。超漂亮的！哇，这海景是蓝色的。对啊，超美的，只是玻璃有点脏。正在全副武装的大家，这个超美。没错，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吃，去觅食。
得超美。其实来这里很多人都住 all inclusive 的虹桥。找到不同花纹的贝壳，真的是。哎，看谁可以丢比较远？好，这太远了吧？是不是太没有？就越远越好。有，你丢太远了吧？3、2、1。我们误打误撞上了这个 shuttle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找一个。第一间餐厅，听说是吃一个 Mexican fusion 的料理。我们现在都可以正当的喝了。这里的前菜就是 cheese。 那旁边那个是什么？饼干。这是一杯荔枝的调酒。这是我的第一杯，是对的，就它不甜，但是感觉是天然的。这是我的第一杯，我什么都没喝到，因为都是饼。那你小心不要滴出来。没什么味道。哎哎哎哎哎，这是我的第一杯。就是果汁的。他在故意的。好，开始。你开始了吗？我开始了。这是我的第一杯。你有喝到它？喝到果的渣吗？真的很像现打果汁。对啊，还有那个渣渣 ，raspberry 的渣。但我。对，但我觉得它要融化了，就变酒了。对，下面为什么要给我们饼干？给一个新的。Truffle oil。等一下，喂。哇！干杯！真的很好吃。嗯，很好吃。它是有什么？它感觉很多海鲜，柠檬味的海鲜。Laura 吗？我家餐厅叫 Laura。没有，这是吃什么？好好吃。我们现在搭这个公车 ，hotel 中的公车要去上面，然后一个人12 pesos， 我们给他50。他的门都不会关的，他都不停耶。我们现在来这个 center 吃午餐旁边换钱。因为比饭店好。这里也是有中餐厅，如果待太久的人可以来吃。然后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这个龙虾拉面，超多人推荐哦。这里好像是个日本夫妇开的。第一道菜，炸鸡。Lobster ramen 终于来了。那、啊、这样子，从底这样挖出来。等一下，白痴哦，这里有什么？来吧。我觉得没有到超嫩，但就是很多肉。嗯。刚刚超市人不帮我们开瓶，因为能不能在这里喝酒。我们买 Apple Cider， 然后呢，他就要叫我们 follow 他，他下去帮我们开，超好。我们刚刚买的这个。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Thank you. Bye bye.
拜拜。耶！好好亮，我刚看了一个。我们的 limited edition Westing 包包来装我们的零食。出海。买的芒果干包 dark chocolate， 好好奇它长什么样子哦，好酷哦啊！它就是沾着巧克力的啊，长这样哦，我以为它是把它裹起来哎，对啊，这样哇、哦，很像那个洋芋片，啊、好，你先试吃，好，就是芒果干沾黑巧克力，这是好吃的吗？我们每次他们问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来吃这些餐厅，我们都说是 graduation trip。 那现在 so first day 这样就有那个烟，就有蛋糕、啊、这个是我们要吃的。 It's an awful house Now I want it to get youWow, how Mexican. Okay. Some compliment with butter, truffles, citrus, and parsley.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是早上6点多，我们大概5点多起床了，因为呢有一个工人叫 Escarret， 他6:40会来 hotel pick up 我们，然后要搭1个小时的车去他们的乐园。我们今天要去两个，有 Escarret 跟 Esport Hugo， 然后但我应该不会带相机，但就是如果照片或手机有拍的话再给大家看。Pequeño caracolito donde están los servicios sanitarios y las regaderas.我们现在在的这里面全都是鸟，但有点拍不太出来。搜一组超怕蝴蝶。我们现在要去水族馆。潘友俊，你走在那边。潘友俊，转头。潘友俊，快点对镜头说嗨。你手要捧旁边伸出来啊，对对对，头抬高。哇哇，他对我们好好哦。哇，他们游好快，随处都看得到的。Hello， 我们要去浮潜。超热，超热。它地上都会画这个线，超清楚。我们现在穿好救生衣，然后要戴上这个。咦，
我就想要戴我的面罩，然后下去看，结果我发现我的面罩不见了。这里有不同的自助餐厅，然后每一个听说每个餐厅的料理都一样。我们开动。感觉这里水深比我高高七公分，不对吧？跟我一样高，我头会这样被淹没。现在要走路去 explore Fugo， 要走15分钟，超疯狂的，整个路上只有我们这样走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玩、欸、我觉得我们是第一个，没有，我觉得是第一个这样玩。有人竟然说要开车带我们去 explore， 真的太荒谬了。我们现在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我这样穿着泳衣走在大马路上。第一个要玩 zip lines， 应该会有人发的给我们。总共有7个路线，然后这是第一个，爬上去，大家滑下来，可以一个人玩，也可以两个人玩。回到家 ，room service。Get the water because our paparazzi is gonna be right.觉得他滑到底都还没跳。我现在超冷，我们现在要游去另外一个地方。那我比较快吗？有吧。对，都要可以两个人一起。
进出去。我们变大鼻子了，好吃的感觉，耶、yeah ！我看起来超不好吃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晚，然后我们要现在去吃一家晚餐，叫做一个 burrito， 然后呢就要去 Coco Bongo， 这是一个有手的夜店。昨天 Coco Bongo 回来，整只鞋都红了。